假如夫妇相恋爱脑。啊，我被渣男甩了。再帮我骂他。这次又是谁？我只想骂你。这都第几个了？还想是谁？换你敏感呗。什么叫又？听我说，你那些前男友们哪个是好东西啊？上个是熬夜，上上个是暴晒，上上上个是过度清洁。我和屏障修复精华乳都劝过你多少次了，你就不能长点心吗？我劝累了。我以为他会跟他们不一样嘛，我又不知道。好啊，原来你压根就没祝福过我们。你这样敏感脆弱易受刺激啊，活该你受伤。自己的闺蜜宠着呗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才来？宝贝，我错了。本来就不错了。不想听你道歉，走吧。脑子，说点我爱听的呀。我还是喜欢我们在一起时你脸红彤彤的样子。分开这段时间我才知道我是多么多么的想你。送的护肤品。其实这段时间我过得也不好，我害得不行，故意说出来让你心疼的。我发誓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伤害你，以后每年换季都让我来照顾你，好不好？随便哄哄吧，反正你根本离不开我。这些话我听够了。笨蛋，说那么多你倒是抱抱我啊。你就是换季敏感，他屏障已经受损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宝贝，你朋友怎么回事？他有毛病吗？你骂谁有毛病啊？别以为你 OS 我听不见，你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，我刚刚心里想的他都听见了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们这些害人的鸡巴，你心里在想啥我一清二楚。他压根就不在乎你，都是哄你骗你的。我为了小脸特地请教了小院，研发了 PBS 植物仿生脂质技术，补充流失的脂质，促进人体自发生成神经酰胺。是我帮他一次次从受伤的阴影里走出来。他每次哭的988，不是我拼命帮他锁住身份。你就想在伤害他，你敢欺骗我姐妹？先从我婚上跨过去。宝贝，你这朋友真给你丢人。字面意思，别想堵我。分手。哎，滚！不许说我闺蜜。分就分。你俩谈吧。惹不起惹不起，我先溜了。双双，谢谢你为我出头，原来最关心我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，以后别再见一个爱一个了。要不我们喂帅子晚上约会没问题，我有空。喂金花乳，叫姐妹们都进入备战状态，她又有新对象了。假如护肤品也有约会，时装很毕业呢，怎么看得上你啊？等会儿约会你陪我一起去呗，帮我把把关。求你了求你了。行吧行吧。哎呀小姐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美，谢谢你能赏脸来跟我约会。谢谢你能赏脸来跟我约会。哎，你脸上好像有东西。我的老天爷，他真会撩。阿六，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继续。我做的是控油时装领域。那小姐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这坏毛病，肚子一饿就容易卡粉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。那先点餐吧，一套水乳，一套高保湿面霜，一份眼霜，一份精华，再要一份隔离霜，这些够了吗？又怎么了？也不能吃太多，会搓泥的。K.O. 还给我这个底妆奶妈救场。女士您好，这是本店今日特调的保湿补水妆前精华汤，送您的。这碗汤是7:3的水油配方，使用前摇匀即可，里面含有保湿补水成分，一瓶底妆前护肤水乳，特别适合您这样上妆容易卡粉的干敏肌。我现在好点了吧？你好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货在看谁啊？喂，等一下。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。他这是干嘛呢？美女，加个微信。假如眼周问题像混混，一杯月亮不睡我不睡，那位先生给你点的，度数高，别勉强。我不用谢，因为我觉得咱俩天生一对。什么都不用说，我知道你已经爱上我了。走开，别自作多情，我特别粘人。卡里卡里。害羞是吧？小姐姐，我是隔壁桌真心话大冒险的。我的大冒险是走和你干一瓶。
这么多，你大冒险还是我大冒险啊，大哥？我干了，你不许随意啊！干了。您误会了，是这位小姐先前给三位各点了一杯。哦，那快上来。哎，这个 A 醇我好像听说过，是个厉害成分吧？ A 醇确实刺激，所以我用的超分子包裹技术处理过，再加上特制的真空锁鲜仓来保证 A 醇的活性，现在既有效又温和，保证你一杯倒。另一杯又是什么呀？没见过，尝尝就知道了。准确来说是六胜肽杠一，抗皱效果比六胜肽杠八高出很多哦。专访你从动态纹变成静态纹。你给我喝抗皱的，我六胜肽过，还和我分派。什么情况？我也就提前加了40多种有效成分，终于够喝了。得了，就这点伎俩，再给我来。这杯招牌冰陀螺，三位还满意吗？主人，小姐没事，就是熬不住先睡了，我这就送她回家。恶霸？什么恶霸？只有三个小混混而已。嫁入花庄乡鬼迷楚门。姐妹们，还有多久到呀？老娘已经到了，快了快了，快到湖底了。我到了，没看见你啊，宝贝，开个视频呗。不是到了吗？给你三秒钟。我那个摄像头坏了，我应该在咱们约的附近吧？附近有啥来着？咱们约的是脸颊，那你在鼻头？鼻头没有，我看过。好像没有这么高。鼻头你肯定看过。那是在嘴唇？嘴唇没有，我也看过了，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毛。我好像走错了，等我回啊。别问了，还做不做姐妹了？哎呦，不会有人其实根本就没到吧？原来这个人是我呀！我不就是迟了会儿吗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但今天跟你们是故意的。不会有人其实根本还没出门吧？原来这个人还是我！不可能，不信，咱们都开视频证明一下呀！我不信，只有我一个人喝了。你手机不是坏了吗？杀！哼，果然没出门。该粉底开了，该割王窟窿了。不，我这个在路上了，马上就到，没这个必要。你成年水龙头，真的秀啊！你到哪里了呀，宝贝儿？刚到粉底吧。我刚到的法令纹，马上到鼻翼了。哪儿那么多问题呀？我也到鼻翼附近了。那我来找你吧。Show time 是吧？别，鼻翼这儿特别卡，我都卡路上了。别问了，我有保湿护肤的玻尿酸成分，专门防止皮肤干燥，不会卡粉的。我看你继续。我看错了，我在嘴角这边有点暗沉，刚冒完痘，肤况还不好，又偏黄又泛红的。你活该不晕，你就别过来了。别问了。好啊，我最擅长均匀提亮肤色了，黄皮女孩用了我直接变了麦皮，实在不行我还有4种色号呢，等着吧，我来救你。有戏不看还是人吗？哈，你果然我割了。我割了怎么了？回回都是素颜霜先到，他今天都没出门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凭什么每次要我第一个到当大冤种晒太阳等你们？你还知道第一个到要晒太阳啊？你防晒指数3+3，憋两个家，又不是烈日，你怕啥？为什么我十分钟就能出门，你两个那么磨叽啊？反正素颜霜没到，我不着急，反正小店也能防晒，我不去了。不去就不去，那我也不去了，谁怕谁啊？什么意思你们？虽然我一直能顶防晒隔离加素颜霜，也不是 hold 不住。你这两个朋友还没到啊？我就喜欢你这样清纯的，他们来不来不重要。他俩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呢。来不了正合我意。来不了没关系，我陪你逛。太好了。